幸福在哪里？这首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歌曲，歌曲相对平淡一些，但是仍受到广泛欢迎。随着时光的远去，这首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今天我们演奏这首歌曲，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，自己的双手，为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。